西江西美妙江西舞蹈，江西舞蹈，嗯，好，加油，一起加油吧。太阳灯，真的假的 ？Wait a minute， 真的假的 ？Who are you？ 对，一起吗？不对，你们俩肯定是故意进来虚晃人家，你们就是进来虚晃我们。危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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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这群白眼狼！你们这群白眼狼！好，拜拜！你们这群白眼狼！老师一进来，我们就已经完全疯了。我很喜欢汤老师，就很好。啊，能跟他一起跳舞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，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为什么你们选这个名字呢？真的吗？你可以给我。Y'all wanna know how to flirt? Let me show y'all how to flirt. 我学了一句就是，昏了晶晶。昏了晶晶。昏了晶晶。你学这个句话跟谁说呢 ？Boy, if you don't get， 对，跟你说呀。昏了晶晶。这激动的尴尬，现在听别人唱这个歌给我，然后哦，这个歌词本来是这么漂亮的吗？是这样的感觉。哇，好听！哇，太棒了！我准备了一首歌曲，然后因为现在已经是炎热的夏天了嘛，所以我准备了一首任老师自己的歌曲，就是很清爽的。哦 ，OK， 我也期待一下。Yeah. Okay, now I think I'm crazy. 你们喜欢吗？喜欢，超喜欢。啊，喜欢了我都要扔麦克风。谢谢谢谢，看哥哥。太帅了，我真的受不了啊！他对音乐处理和反应还有切分，真的是一个很成熟、很成熟的 freestyle 舞者才。主理人李永钦 ，Ten。有请李。好的啊，哇！好的，我是国风主啊。大力不开心了，大力不开心了。大力下次咱跳国风。我下次跳国风了，下次。我选的是。听你我选的是吕学。Bombastic side eye。爱情为了可以跟你一日游已经昏了，我帮你们俩举着，你俩先扒完。OK， 我觉得我俩适合就举那个平板，我觉得我更适合举的这个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的事也干不了啊。你说你觉得我干得了什么？一边举一人举一边。好久不见，谢谢个女孩们。中文进步了，中文。我老师全程都陪伴我们排练下来，不管
多累吧，他都没有表达出自己很累，因为他很刻苦很努力，所以就是把我们带得更刻苦更努力了。等一下，哇，他真的很可爱很有耐心。 Ten 主理人特别认真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定的下午两点排练，他12点有时候就会到，到很早，他到了在那自己排练，然后等我们来帮我们跟着我们一起练。我们练到6点吧。好。OK, let's go。走走起，跳二三。Ten 老师就一直跟我们一起练，哪怕没有他的 part， 因为他的存在，然后我们对这支作品越来越有信心，后来配合的越来越好。如果我们这个努力练习，然后在这个舞台上拿到 number one， 拿到 number one， 我给你们一个礼物，是我自己这个字。Yeah! OK。10遍，每天练10遍，然后20遍。加油啊，姐妹们，有盼头了，有盼头了。然后这个是世界，在世界里有15个。同学们，你们觉得做到了吗？做到了。然后其实特老师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就整个编排下来，他也会给我们很多层次的变化，还有速度，包括我们一开始的画面，就是特老师去帮我们修改的，很多地板的卡拍，还有一些小细节，就是都是特老师讲的。然后看老师永远在陪着我们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。Wow. Wow. 就是哪怕没有他跳的部分，他都是坐在凳子上然后陪我们跳，就是他也会告诉我们，哎，这里该怎么样会更好。就是这就是我觉得看老师就感动我们的地方，给了我们很多力量。对，就是我还想说一个，就是写这段动作是看老师自己编的，然后他很认真教我们这一趴。对，所以可以说Ten老师是你们的团宠吗？是的，宠就是大家最疼爱的人啊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可爱。老师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当时为他尖叫，为他打 call， 为他痴狂，为他喊破喉咙，就是我有点就是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太帅了。谢谢李永清。我又一次被他选中了，我就觉得陈哥哥我真的太爱他了，被他一次又一次认可，是让我觉得如果我不做好的话真的很对不起他对我的认可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加油。哦，这怎么说？来这里很辛苦的，我知道。我是干的什么？我们都辛苦的。好了，谢谢。今天你做的很好，真的，真的。我尽力了。哎，你做的很好，之前辛苦的。非常感谢你，那个在二宫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跳过 swag， 所以有时候排练我会很 emo， 就是对，我知道，我心情会很压抑，就害怕自己完成不好，但是。我看到老师您对舞蹈的这个态度，然后专业性，我就觉得您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目标。哎，你也是专业的，但是辛苦今天你做得很好的。我会继续加油。好的，一起加油吧，我也在加油。突然和大力今天是最like catch my eyes， yep， 的人是十月。对，因为哇，今天我都是哇，十月真的很好，因为。汤老师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鼓励或者赞美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的感谢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因为也想跳到自己想跳的了，就是很遗憾没有跟汤老师一起合作过，就是唯一的一次遗憾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。我们可以对，我们可以 yeah， 我懂你。
OK， 加油。好的 ，Let's go。你们为什么不伸手？搞得我。好的好的。加油。